今年是这个知了啊爆发的年，看见没有？这个知了正在孵化，出来一部分了，应该活着吧？没有死吧？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看看，是不是它已经那个出来很多了？看见没有？这个有的知了有可能在一半过程中卡在那儿，出不来就死掉了。嗯，这有些其他的壳已经破壳而出的，这个我想等会儿再碰它一下吧，希望它没死，这个是个活的。东京奥运会2020300米场地自行车赛现在开始，六号选手张小六正在快速的前进，前面是下坡，请注意一下，可以随时刹车一下，注意一下对面的长跑选手 ，OK。刚才已经骑一圈自行车回来了。应该这个蝉是因为出来的过程中卡在这儿，应该是已经死掉了，我想拿开看一下。 Yeah， 这是很可惜没有出来，生命很脆弱。